咱有一个伫天顶的老爸，伊静静咧听候咱对伊祈求。有一挂人认为讲吼，祈祷就是向上帝讨物件，享受甲上帝的关系，比咱愿意求啥物更加重。所以亲爱的姊妹，当咱用主教时阵祈祷文，咱讲我伫天父的爸的时阵，咱知影，咱是透过祈祷来甲上帝做伙同工。